小潮今天给大家吃一个紫色的小帽子，颜值超高。现在吃个果冻，冬天来了。六寸的冰山熔岩，太完美了。今天吃一个黄金慕斯，先来一个小果冻。冰山熔岩好久没吃了。
先来颗小果冻，这个颜色爱了。哎呦，好像没怎么化，有点硬。女汉子的吃法，椰子灰爆浆啊，爆，哇塞，爆了。哎，我太成功，我人越来越那啥，顶级糕点师。嗯呐，嘎嘎手链，来一口啊，试试什么味儿。Hello， 今天吃巧克力系列的毛巾卷，还有千层。